他走了，走得很突然，操劳了一辈子，只留下一处房产。二哥的女儿在读研，不常回家，喜欢安静，需要着忙。三弟的儿子在恋爱，女孩挺漂亮的，外地人，他没有别的要求，只想在北京有个自己的家。我呢，我老婆去年下岗了，我插队时摔坏了腿，一家人挤在九米的小房里。哎，一边是哥，一边是弟，老婆催着，孩子求着，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怎么办？家还要不要啊？怎么搞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上面突然下了整改通知，说我们节目的阻力和导向都有问题，让我们停机整改。可是我们的节目收视率不是一直很好吗？可能就是因为太好了，引起上面关注。不过霍总，说实话，我确实觉得我们有几期的节目有点问题。那相亲的女孩台词说的确实过了一点，一听对方没钱，马上按叉，严重的价值观扭曲。你既然已经认识到了，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可观众愿意看啊，边骂边看，边看边骂，就是有收视率。咱们拼的不就这个吗？喂，啊，罗总监，没事，好，马上过去。男生女生对碰被停气整改了，怎么回事啊？让你不幸严重了呗，哈、啊！上面说了，一味的只求收视率，却忽略了节目的本质。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再高也得下台。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罗总监跟我说，说你们就不能做点利益高尚点的节目吗？赵婷，我觉得你现在是走进一个误区了。你在想当然的认为观众喜欢看什么，其实那些好的、积极向上的、利益新颖的，观众不见得就不喜欢看。大家的价值观都在经受着考验，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不要听，你也别着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静下心来想想这个节目应该怎么整改。其实现在的剩男剩女真的面临择偶很难的问题。你要改变你的思路，提高你们节目的利益。我觉得办一期真正的为他们着想的相亲节目，不见得就没有收视率。你说这些话是从网上贴吧抄下来的吗？什么态度？他说的还不错。哎，我跟你说，我自从拿了什么年终收视率大奖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天下无敌。高手，这下好了，不过也挺好啊，给我敲了一个警钟，让我彻底的清醒。二哥，高飞，你怎么在这儿啊？就你一个人啊？啊？一个人，你还希望有谁吗？啊，没有，你找我有事啊？啊，那个前两天高欢那个电脑中病毒了，我怕把你电脑也传染了。行，今天那个有时间吗？我过来给你电脑下个杀毒软件什么的。哎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了？应该的嘛。啊，上楼吧，车停的挺霸道。小哥，现在跟李木子发展怎么样？前天你不都看见了吗？没看见啊。
不是前天你没去新天地吗？没有啊，我真没去。啊，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那个，那小年儿最近给没给你打电话？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但是他挺崇拜你的吧？你应该给你打电话，帮我劝劝他，说说好话啊。你放心吧，只要他跟我联系，我肯定跟你说好话。哎，表哥，你说那怎么那么多女孩喜欢你呢？啊？行了吧，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没，这怎么是戴高帽子？就那个，没有那个女孩在你家楼下堵着你呢。堵我干嘛？我又不是什么明星。哎，潜规则呗。你说什么呢？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啊。你是真生气啊？那不是羡慕你吗？你假如说我是你，电脑弄好了没？没有事，让你重试一下，再看看。你先等会儿啊。师傅，师傅，师傅！哎，有我的信。啊，你叫什么呀？高欢。哦。啊，这边。啊，你就是宋老师的研究生高欢哈。啊。哎，请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哎，同学，请你签一下你的名字。签下来。哎，高欢同学，哎，你还没签名呢。我替他签吧，大爷。啊，那也行。欢。我会过了。한국에서좋은직장을구했어현재를쓰는내마음이불편하다어떻게해야너에게이해를시킬지널만나기전에이곳에서생활하는건많이외롭고불안했어하지만너와함께지내는동안은행복하고즐거웠어환너에게진심으로말하고싶어사실너와같이있고싶었던건혼자만의외로움을덜기위해서였어진정한사랑이라고할수없어이제나는졸업을해서한국으로돌아가니우리헤어지는게좋겠다중국말중에좋게만나서좋게헤어지는것처럼넌똑똑하고씩씩하고예쁜여자니까나보다더좋은남자를만날수있을거란생각이든다자이치시앙미따오치哎，高官，帮我用韩语写封情书。你又干嘛？我跟你们说啊，这一批新生里有个韩国留学生，长得特别帅，跟袁彬似的。姐们可瞄上了啊，帮我写封情书。告诉他，姐们正惦记他。你自己不会写啊？你不是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吗？什么叫我有经验？哎呀，你又发花痴了！我可跟你说啊，这个外国留学生可抠门了，你就等着倒贴吧。倒贴就倒贴，高欢不是也倒贴过吗？有时候倒贴也是种幸福。再说了，你想让人倒贴还倒贴不了呢，是吧，高欢？你俩那边说去行吗？啊，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怎么了，高欢？你是不是跟安家旭吵架了？无不无聊啊你！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找我烦。哎，你让人家甩了，别把钱撒我们头上啊！说谁被甩了？啊！
你呗，你瞧你，满脸上就写了俩字儿，弃妇。宋老师一直说你是班里最知书达理的学生，你怎么能在学校食堂打架呢？女孩子打架，你不嫌丢人吗？高欢，你这是怎么回事？上课上课走神，顶撞老师；食堂食堂打架，拿汤泼同学。这幸亏不是热汤，不然后果多不好啊！你又不是小学生了，怎么？你开除我吧。你说什么？我说让你开除我。高欢，你什么态度？你在学校食堂打架，我还不能说你几句了？你就这样了。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你要么就开除我，要么就别管我。你今天的情绪不对，我不跟你谈了。这样吧，你先停课休息几天，回头我再找你谈吧。现在孩子都是怎么回事？这么早回来？我管得着吗？是你跟高飞说的吧？你说什么呢？如果不是你说的，他怎么知道岳小年在楼下堵我呀？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是说你不管我们的事儿吗？为什么还在背后给我使绊子？我使什么绊子了？啊！你要不做那些缺德事儿，我想使绊子，我使得出来吗？我做什么缺德事儿了？我做什么缺德事儿了？我问你。得了吧，我眼睛又没瞎。高欢，你口口声声说我管别人事儿管得太多，可你呢？你少管过我的事儿吗？如果不是你说的，难道是我跟高飞说的？岳小年跟高飞说的？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跟高飞打架，你心里舒服是吧？你要不想让我住，你要怕我知道你的事儿，你就直说，你不用扣这么大帽子给我。我还不惜再住你这儿。你爱住不住，省着你跟一个天天做缺德事的人住在一个屋里。行，走就是了。这是你家钥匙。给你。徐律师，明天就要开庭了，你说咱能打赢吗？哦，这个呀，只要你姐能出来作证，证明这个房子是留给你们的，胜算的几率就大。不过时间可能会拖得久一些。拖多久啊？一年半载吧。这么长时间啊？是的，民事官司就这么麻烦。这得耽误多少时间，少挣多少钱呢？哎，欢迎回来了啊！你还真把这当旅馆了是不是？啊，家里最近打官司你不知道啊？家里的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真是的，这孩子！哎呀，人家徐律师还坐这儿，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看他，哄着点去。花花，你这去哪儿？你不是在药亭那住挺好？你这去哪儿啊？花花，花花，你是让人给轰出来了呗？你真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你，人家一轰就往家跑，说你两句就往外跑。你真有那本事你自己买房子住去？你真有那本事吗你？不是你这，你就少说两句吧！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走走走走，怎么还说我呀？你看这孩子什么态度？进门连声妈都不会叫。不是花花，
我看这个欢欢的脸色不太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就让霍耀庭给赶出来。不行不行，我打个电话问我姐。就你事多。徐律师，咱俩接着聊这个事儿。没关系，您别见笑啊。哎，哎行，回头我问问啊。哎，二姑，哦，这还没说别的事儿，就问他们家高欢的事儿。高欢怎么了？他就问呢，是不是那个霍亚婷和那个欢欢吵架了，然后把欢欢给轰出来了？轰出来了？不会呀。啊。你问问问问。我你不，我跟他说。哎，儿子，欢欢怎么回事啊？啊？刚才你二舅来电话呀，说你把欢欢给轰出去了，怎么回事啊？没有，我就是心情不好，说了他几句，可能话说的有点重吧。你干嘛对人家说话这么重啊？你一个当哥哥的。她是妹妹，你得让着点她。听见了吗？好，我知道了，明天我去学校看看她。那孩子心重，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听见了吗？嗯，我知道。先这样啊，挂了吗？嗯，那我挂了啊。没什么大事儿。耀庭啊，说了欢欢几句，那孩子气性大就走了。哦。说咱们家真是，我为了这几个弟弟啊，掏心挖肝的，也不落好。现在连儿子也跟着一块儿，为了他们这几个孩子，上赶着哄着他们。你说咱们家累不累？打家庭课，光是在食堂打架也就罢了，这系主任呢，说他几句他就顶几句，还说什么要么就开除他也无所谓。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啊，觉得他有情绪。就让他先回家休息几天。回家？啊，哦，学生宿舍紧张，这北京的学生不让留宿。怎么，他昨没回去吗？没有。老师给您添麻烦了，我先走了，谢谢。表哥，什么部门你给挂这儿来了？别提，高欢呢？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高欢没找过你？没有，找我干嘛呀？骗我是吧？没有，真没找过我。别后悔。表哥，他找过我，他昨天找过我。人呢？他不让我说他在哪儿。我问你人呢？我临时帮他租了个小平房。你临时帮他租了个小平房？高欢，我说你脾气挺大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没事，你在学校跟老师顶撞，跟同学打架，怎么跟小孩似的，一点长不大呢？我要真是小孩的话，那就好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跟你没关系，你不用跟我这儿多管闲事。不是，你要不是我妹，我才懒得管你呢。昨天下午我心情不好，话说重了，啊，我回去了。我用不着。王小婷，你别摆出一副识人的样子给我看。我高欢不需要任何人可怜，你也不用假惺惺的跟我道歉。不是高欢，你要是一直用这副面孔仇视社会的话，你迟早得心理病。你才得心理病呢。我没仇视社会，我就觉得人有时活着挺累的。你这不叫消极吗？啊，你别跟我说了，这又不是你家，
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的啊？你先别跟我走，你要不走我骂人了。不，高欢，你有没有点良心啊？哎，滚，滚！你怎么不听话？走，高欢。我才懒得管你呢！我跟你说，什么孩子，没收拾社会，我就觉得人有时活着挺累的。安佳旭毕业了。哦，我去问过他们宿舍的 Eric， 他说上一个月安佳旭就毕业回国了。高欢知道吗？应该知道，高欢去找过 Eric。还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前天高欢收到一封从韩国来的信，当时看完情绪立马就不对了，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和老师顶嘴，还和小田在食堂打起来了。我本来想问问他到底怎么了，但是他就是不告诉我。你啊，那个，你跟欢欢在一块儿吗？没有啊，怎么了？我刚刚收了那个欢欢一个特奇怪的一短信呢，说什么？祝我身体健康。我觉得不对劲儿啊。坏了吧，高欢要出事儿。啊？还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吗？我怕他想不开啊。哎呦，我现在去找高欢的路上，你去通知我妈跟二舅。煲电话粥呢。喂，徐律师，不，这我姐她最近根本就不接我们电话。是啊，所以看来这情况今天她肯定是不会去了啊。那就以后再说，以后再看看呗。哎，但徐律师，你觉得如果我姐不出庭的话，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不利？你一上午煲着电话一上午了，你待会见面不就知道了？废话，我不问问清楚，这不第一次上法庭吗？这辈子谁是第二次？哎，徐律师，对啊，你说他，如果他出去作证，对不对？这都好说。但是现在我姐是这态度也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这个电话徐律师不通，我姐把也打不进来。跟他说啊，我还以为你们没挂上，没挂好呢。哎呀，姐夫你们来了，太好了！你们是要跟我们上法庭吧？哎呀，姐，太好了！只要你能证明爸有那话，说那房子是给老二的，我们证明什么呀？闺女都要出事了，你们还在这弄房子的事儿呢？不是欢欢怎么了？你们这当大人了啊？欢欢最近失恋了，你们知道吗？今天早上给我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短信，跟着就不接电话了。刚才耀廷来电话说欢欢不见了。不，警方，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姐？我闺女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这孩子心思重，你不知道啊？啊？我是怕她这次第一次谈恋爱，让男朋友给耍了，我怕她想不开寻短见去了。交代一下啊！哎，说，就一会儿进去之后啊，法官肯定让咱们庭外和解啊，咱就说调解过了，但是和解不了，必须诉诸法律，明白吗？哎，那兰子，我怎么看着郭辉，我这腿肚直转转筋，这心脏蹭蹭的，我……哎呀，你别说了，我也是。哎呀，大哥，你们去，我回去吧。哎，别，你别回去啊！你要不进去，我就更不敢进去了。你我这没事儿。三姑，怎么的，姐夫？姐同意出庭作证了？哎呀，还作什么证啊？我跟你们说啊，二国今天肯定来不了了。他凭什么不来呀？啊？怎么了？高欢可能要自杀，啊？现在药亭正满城找他呢，今天这官司肯定打不了了。另外最重要的，大家赶紧去帮着找高欢。大国，赶紧给高飞打电话，让他去帮忙找。哎，好，我这这。不容易定下的开庭日期，这一拖延，不知道要拖延到什么时候。弟妹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不爱听了。高欢出这么大的事儿，咱得有点同情心吧。是，行，少说两句啊。没说什么呢？说的就不少了。我行了，兰子呀，这么着吧，你呀，赶紧跟大国，你们上二国家去，看住了大秀和王红，我怕他们俩出事儿，赶紧去。行。大哥，咱俩先去。你这小子不接电话，行，赶紧看住了啊！我们俩怎么着？你们俩叫上高兴，赶紧去找高欢，听见吗？行，你赶紧给律师打个电话，告诉他延后开庭。我给高兴打，快去，赶紧的啊！欢欢呢？别哭啊，别急，大家伙都出去找去了啊，没事的。我的欢欢。大飞啊，哎，你今天在哪儿呢？不是，你这瞎摸索什么呀？打的，没事打的。你二婶说了，说那个欢欢平时喜欢看书，到几个书店找找。对。Thank you.
高欢喜欢到这儿来的。哎，我以前老能在这碰见他。哎，咱分头找吧。那我先去那儿了啊。我的欢欢呀！没事了。宝贝，怎么样？找了没有？啊？你别挂啊！你别挂，姐，高飞找了好几家书店了，就没看见欢欢。姐，所以看耀廷那边了。不是，弟妹啊，那欢欢平时还愿意去哪儿啊？爸，别白白的了，赶紧去找吧。我这在哪儿啊？你是找我？你好，你是艾瑞克吗？是。你认识高欢跟安家旭吗？安是我东吴欢喜的女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他们是在一个外语交流认识，当时只有高欢会讲汉语，安家旭就和他十分亲近，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你还记着他们经常在什么地方约会吗？好像是在什么小百合。表哥，东郊小白河。什么？我说高欢有可能在东郊小白河。啊，东郊小白河，你赶紧过去，我早晚让他走了。我怎么过去啊？你打车过去怎么过去？我是打车，但我没钱呢，兜里。你找到我不就有钱了吗？你猪脑子呀！行了，我知道了，。哎，爸，我表哥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高欢在东郊小白河呢。是吗？行，你别废话了，赶紧去吧。啊，哎，行，哎，找着了、啊，说是在东郊的小白河，现在耀廷和高飞正往那边赶呢。是吗？对对，耀廷赢了。好了，给你姐夫和三国打电话，让他们也赶紧过去。姐，告诉二伯，要不传单去，那太不好了。高欢，你干什么？别过来！你要跳下去是吗？啊？你跳下去，你爸你妈怎么办？你以为说几句海誓山盟的话，玩几把浪漫，他就成你终身伴侣了吗？你别管我了。觉得自己特别可怜，你特别可悲，爷爷走了，安家旭也不要我了，没有人再要我了，你就让我走吧，我想爷爷了，我去找爷爷。高欢，你听我说，你别做傻事，高欢。妈也不活了，没有
你我和你爸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妈就是生平第一次觉得老天爷对妈真好，把你给送回来了，送回来了。欢欢啊，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天下没有欢欢，千万不能再这样。是女孩，心思重，想得多，在感情方面，你们也多关心关心呢。以后什么事儿往宽处想，没有过不去的，知道吧？你看你今天把全家人给吓的，不是没有人关心你，是这段时间家里面太忙了，顾不上你了，是不是？以后你也是大孩子了。要多体谅大人了，知道吗？那你们也该休息了，我们就走了啊！大家都散吧。等等等等，姐，还有这个官司的事儿呢。妈，说什么呢？什么官司不官司的？哎呀，什么时候先？回头再说啊。也是啊，欢欢这时候说什么官司的事儿？二哥。那你们休息吧，啊，放心吧，啊，放心吧，谢谢。孩子回来就放心了啊，要听话了啊，大孩子了，我们走了，哎，佳琪呢？大姑，那个我还有晚自习，我就先走了哈。大国，怎么着你们俩？杀人不过头点地，想逼着人一家子都死啊？不是姐，这没有啊。姐，谁知道突然发生这种事儿呢？姐，高欢自杀又不因为打官司，他是情感上受到欺骗，被人甩了，这跟官司没关系。怎么没关系啊？要不是你们这么折腾，人两口子能连孩子都顾不上啊？姐，您要这么说，我们就太冤了。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看着办吧。三国哥，这高欢自杀，怎么能怪我们呢？弟妹，这什么时候你说你还掰扯这个？行了，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哎，我为什么呀？我为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老高家的房子呀！顶妹，现在我们老高家人有人要自杀，你说是那房子重要啊，还是人命重要啊？走了，走，走走。哟，怎么全冲我来了？高欢自杀又不是我弄的。那闭嘴吧！
哎，瞧瞧你们这闹的这出事，差点就要了高欢的命啊！没想到嘛，这边一打官司，那边高欢就要自杀，赶寸了。庆幸的是高欢没事儿，你说这万一高欢真有什么事儿，那二国能饶得了你跟老三吗？行了，别说了，别说，我这烦着呢。哎呀，大国，你就听我一句，咱不告了，啊？这老三他要愿意告，就让他自个儿折腾去，咱们就踏踏实实过咱们的日子，行吗？不是，那你这么说，那房子不要了？哎，不是，房子不能不要啊！这房子真不要，小年真能跟我分手？到时候她嫁别人，我怎么办啊？我就得跳河了。这孩子也忒不懂事儿了。妈，你别看那个高欢自杀，你就心软好不好？大飞，你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儿啊？你要再这么闹的话，那跳河就是你爸我了。说你今天你怎么这么多话啊？平常挺聪明一个人，你说今天你怎么分不清形势呢你？你官司官司官司，你没完没了啊！那大哥都服软了，你跟着起什么哄啊？那万一姐生气了，那偏向二国那边去了，那官司还能赢吗？狗屁也捞不着，犯傻你就！我看你才傻呢！一听到高欢出事了，就乱了阵脚。你敢保证，这不是一出苦肉计？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别怪我把人想得太坏了。韩律师可说了啊，这次打官司，二国是背着咱们占的房子，没有胜算的可能。姐又不表态，如果二国他们两口子利用高欢来这么一手，让我们心软了，放他们一马，这房子就真的归了二国家了啊。爱萍啊，你就是把人家想得太坏了，你这种节骨眼上多留点心眼没坏处啊。行，就算你说的是对的，你有证据吗？我没证据。没证据你说你胡说什么呀？我是没证据，可是我觉着蹊跷，如果二国两口子真的利用高欢来这么一手，他们就太卑鄙了。你今天你也看见了，你看看他们仨哭成那模样了，那能是假的吗？好，就算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告还是不告啊？这个我回头我再想想。有什么可想的？告，接着打官司；不告，那就眼看着这房子归二国他们家，多简单的事儿还要想？那我总得跟大国再商量商量吧。